耶诞节就快要到啦，派对上交换礼物的顺序要如何决定呢？就靠派对游戏吧。说到派对，就一定要玩超级马里奥派对 Mario Party 模式，最多可以四人一起同乐。玩家必须掷骰子前进来获取金币，并取得最多的星星来赢得胜利。还有能够随时随地玩的80种小游戏，以及河川生存战，玩家要团结挑战各种小游戏来增加时间，才能在时限内抵达终点。要是各位想在年末一决胜负，还有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特别版，作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乱斗，除了任天堂的马里欧、林克、萨尔达、卡比，还有卡普空的洛克人、 Sega 的音速小子等70位以上的经典角色登场，最多还能8人一起大乱斗。如果想挑战彼此间的友情，就一定要玩超级机马，玩家要穿越彼此放置的各种陷阱，看谁能顺利抵达终点，但要小心还没陷害到别人就先害了自己啊。除此之外， Nintendo Switch 上还有胡闹厨房 Mario & 索尼克 at 东京奥运 New 超级马里奥兄弟 U 豪华版、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等各种同乐游戏，让派对更有乐趣哦。强档电玩就在神脑哦。